陈乔恩出道多年，凭借甜美长相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但先前一个古装造型似乎妆法过于厚重，让网友傻眼还认不出，在网上引起高度讨论。但最近他受邀参加陆纵，与谢娜在节目中扮成知名美国喜剧的主角，意外获得网友好评，成功扳回一城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头戴金色假发，穿着黄色紧身短裙与红色围裙，几乎和影集里的角色一模一样。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大赞陈乔恩好像洋娃娃，并问他要不要染个金发，实在是太美啦，要不少粉丝敲碗希望这个节目赶快播出，好想赶快看这两个女神的互动啊。Bye.